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蘇美，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新闻今日头起先行行到缅甸，缅甸军政府礼拜是空袭北部的克钦邦，这个克钦邦是独立军的据点。去年军政府政变了后落款，克钦独立军就甲反政府的民主势力革命对抗军政府。军政府其实早就咧找机会要镇压克钦独立军。将这个独立组织当咧举办62年的独立纪念会，这组是当中是组织几落百人，当中阁有节节变色。不过缅甸的军政府算是空袭现场，至少造成80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个现场早个一片路苍苍，这是缅甸北部克钦邦帕卡镇克钦独立军的训练基地。礼拜日暗时，当地原本在办音乐会庆祝克钦独立军的政治组织成立62周年。现场有300到500人，想要到乡下空袭摧毁一切。克钦独立军发言人指出，缅甸军方派出2架军机向音乐会投4粒炸弹，包含克钦歌兵、乐团歌手、玉红企业头家和其他村民在内，至少80人死亡，另外100人受伤。克钦邦是全球上大翡翠玉造产地，为长期以来寻求独立的克钦叛军提供重要资源。去年军方政变了后，克钦独立军和反政府民主势力革命共同对抗军政府，军方继续加强对反对势力的镇压，冲突一直传出来。这代志是军方自政变以来上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国际社会表达高度关心。联合国驻缅甸办公室表示，缅甸安全部队对百姓使用过度而且无成比例武力，让人无法度接受。英美、澳洲和欧盟也透过声明谴责军政府，不过军政府到现在对这个代志无任何回应。联合国外长这礼拜要在印尼开特别会议，讨论缅甸的和平进展。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经济再生大臣山际大治郎因为跟统一教的关系交代不清楚清晰，又经核心劳动大臣后藤茂之接任。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的官方媒体以3大版面报道中共的20台，看是军兵联军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讲恭喜的内容，阁俄罗斯两国要共同规划美好未来。英国《Times》报道，苏纳克将做英国头一个亚裔首相，也是200年来上届少年的首相。苏纳克将发表公开谈话，呼吁保守党要团结，那无就是死路一条。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英国的新首相苏纳克虽就任，都要面临经济危机。不过苏纳克好亚人的背景，让人质疑讲无法度体会百姓难关。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众议院民主党的议员写批给总统拜登施压，要求伊爱改变战略，用外交手段帮助乌克兰和俄罗斯协商停战。美国昨是阁发生枪杀案，是一个19岁的查甫学生拿短枪冲入去学校内底四处开枪，造成一个老师甲一个学生死亡。警方赶到现场，甲凶手爆发枪战，这个凶手是当场死亡。不过，伊详细犯案的动机还阁爱厘清。大阵白色警车赶到现场，阁未少学生囡仔驾校伫围田区着急伫停校。密苏里州圣路易市一间高中，礼拜二早起9点发生枪击案。警方指出，迄个时阵校内有7个警卫分别驻守伫个入口，其中一个人发现有人想要为关起来锁条个校门走入来，阁赶紧通报。警方随赶到校园。As kids were fleeing out of the building, they talked to some of the kids who told them that there was a shooter armed with a long gun.The officers began to clear the building, looking for the shooter. 根据现场看到的人讲，凶手走入教室了后，大声喊：“恁拢爱死！”随来就开枪，打死一个女老师加一个学生囡仔，还有6个人受伤送医。其他学生囡仔看这情形，拢真惊惊，围秘伫教室，围跳窗啊逃走。有一个真条件的女学生讲，伊捌加这个凶嫌四目对象，后加再嫌犯伊的枪刷卡条的，伊才有法度躲过一劫。尾仔凶嫌原来去予警方拍死。Upon hearing gunfire, they ran to that gunfire, located the shooter, and engaged that shooter in exchange of gunfire.
警方查出这个凶手是现年19岁，去年才为这间学校毕业的哈里斯。不过警方并无讲这个凶手到底是安怎入去校园，杀人的目的也有待查清楚。这已经是美国今年第40件造成伤亡的校园枪击案，上严重的一件是发生在德州乌瓦德的小学，造成21个学生死亡。那个时阵警方反应太慢，事后被大家批评。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美国总统就任今年11月国会大选，也拢看作是执政党的期中考试。这回选举主要是有四项焦点，今日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头先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执政党拜登的民主党年终是提出降通膨的法案，内容是包含发医疗、教育补助、发展再生能源等等。不过对手共和党是批评讲，政府四界压制经济会愈是惨。第二项是提起那的权利，也是上侪人关心的议题。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年终一个判决，这些较保守的州，也是共和党掌权的州，小刷立法禁止女性提起那。总统拜登就挂保证讲，那是国会大选赢，会保障提起那的权利。这项政见对诱导未少少年人的选票。第三项就是管制枪的争议，就像咱顶一条新闻看到的，美国是常常发生枪杀案。民主党的主张要严格管制，对手共和党主要的票仓拢是较传统，也是有咧用枪的地区，所以共和党就话讲要保障人民有持有枪的权利。上尾一项是移民的问题，民主党在这个方面是徛伫咧人道关怀角度，收容入境的移民。不过，若是共和党是强调讲会接受只有申请的移民来入境。根据上新的民调显示，这两党目前的支持率拢是伫咧47%左右。谁人会当伫咧即个关键的议题扭转选民的心，谁人就会当得到胜利。对地球暖化正焦虑，提起那自主权倒退愈正忧心。少年人往往是美国各种政治议题参加度上悬的一群人，暗过实际投票率下降低。即摆其中选举进程，非政府组织 Headcount。在少年人组织的音乐会剧场表现，说服因善用选票的力量，就地登记做选民。大学校园内底有各种线顶线卡信息提醒学生登记投票。Pretty much the issue of choice and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are like the two biggest ones for me right now, and obviously gun control. I do plan on voting. I registered on campus right over there. I usually vote in Texas, but this year I'm voting in Georgia.美国南部乔治亚州并加必争之地，两年前年轻世代为阻止川普连任，积极投票为民主党改变这个传统红州。不过，自2018年的其中选举，有3/3的年轻选民登记煞无去投票，为有效催促这点选票，拜登总统也特别会见二世代意见领袖，回应因包含跨性别教育、提议啊，加枪击管制各项诉求。I really do think that.A ban on assault weapons should be made a priority because, as you said, they're weapons of war that are not made to kill animals, they're made to kill people. And I promise you, I made it a priority from the beginning, but you got to vote.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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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e. We need a couple more Democrats in the Senate.关心提起那个气候、清洁管制这几点选票对民主党有利，阿个比较即嘛，同会碰撞，治安恶化频繁，对共和党有利，或者两党支持度差不多济。乔治亚、佛罗里达、俄亥俄州拢提前投票，投票率拢真高，其中以民主党选民上济。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42岁苏纳克，正做英国新任的首相，是英国头一个印度裔，也是200年来上届少年的首相。苏纳克就任就要先面临经济危机，不过伊财政大臣的背景是予民众真期待讲，伊会当带英国渡过难关。不过毛奇丁人认为讲，苏纳克是出世伫咧好业家庭，财产超过250亿个台币，是比英国的国王搁较好业，恐怕是无法度体会百姓辛苦。帕博亚赞声热情受揽，迎接新领袖。英国保守党礼拜一宣布，前财政大臣42岁苏纳克当选新任领导。伊要接首相的职位，是英国头一个印度裔，也是200年来上少年的首相。There is no doubt we face a profound economic challenge. We now need stability and unity, and I will make it my utmost priority to bring our party.And our country together. 苏纳克是伫要下任的首相特拉斯的竞选对手，进前伊就反对政府大量负债。
伊当选，我那好，英国金融市场暂时较放心。印度 A 社群对格雷人担任首相，更加是欢喜。It's almost a watershed moment. The first time a person of Punjabi descent, a person of colour, to ascend to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I'm really excited that he's our Prime Minister because he's our first brown Indian Prime Minister. And I really hope that he'll help us with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宋亚克的爸母是印度移民，爸爸是医生，妈妈经营邮局，自细汉接受英国贵族教育。伊想要做绝地巫师，后来进入牛津加斯坦福大学读册，踏入政坛前就是金融界金童，转进国会议员不外久，就变作上少年的财政大臣。宋亚克和外界注意的是伊的财产。宋亚克在斯坦福大学实习伊的家后。伊个家后的爸爸是印度 IT 产业之父亿万富翁人穆尔蒂，阿母两人礼拜上《泰晤士报》的富翁人排名，总财产估计有7.3亿英镑，差不多台票267亿，比英王查尔斯三世两倍搁较济，是头一个上榜的政治人物。也因为这种背景，予外界的质疑苏纳克唔知生活艰苦。反对党工党加苏格兰首席大臣已经放掉讲，苏纳克敢若由保守党选出来，无民意基础，因要求提早举办国会大选，予选民决定谁才适合做领导人。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罗西亚轰炸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三分一的电厂害起几落百万户停电。不过有民众是讲，就算一次歹过，因也袂落软，讲罗西亚压迫只是会予因搁较强、搁较团结。另外，俄罗斯军队顶日也是指控乌克兰暗算用带放射性物质的炸弹。不过，美国是认为讲，这是俄罗斯为家己咧找借口，要继续攻击乌克兰。点蜡烛、食物件、停电，已经成做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新常态。Ну, это неприятно, но у нас ничего не остается, кроме как выкручиваться из ситуации, свечи зажигать 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жить. 我讲，因为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对乌克兰展开报复，炸动地三分之一的发电站，百万户家庭断电。乌克兰政府只好紧急限电，民众也被迫在黑暗当中生活。不过，对部分乌克兰的人来讲，断电无痕迹时，反倒等来暑气搁较悬。Що росіянам довелось, ну, вони досягли нічого.乌克兰电力公司自3已经宣布，首都几乎轮流停电，每一摆停电差不多4点钟。大部分的民众都愿意配合，只是考验才多开始，因为冬天就要到会，无电，民众会面临更加艰苦的情形。Економлю, ви знаєте, я завжди її економила і економлю зараз ще більше. Відключила повністю бойлера, миємося холодною водою, а як треба, нагріли на газу. От так що, а лампочки в мене кругом економ стоять. От так що не знаю, я стараюся з усіх сил, щоб тільки державі було краще і легше.在这时阵，美国烦恼俄军恐吓将战争进一步升级，因为因战争指控乌克兰军队拍算使用含放射性物质的垃圾炸弹，是要制造攻击借口。It would certainly be another example of President Putin's brutality if he were to use a so-called dirty bomb. There would be consequences for Russia, whether it uses a dirty bomb or a nuclear bomb.美国强调，在战争当中使用垃圾炸弹或者是核弹，拢未当接受。英国俄军唔通轻举妄动，啊，若无效果，家己负责。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1991年，苏联解体了后，乌克兰正做独立国家。不过，因的国内也是有侪侪罗西亚文化混杂。战争爆发了后，带动乌克兰的国家意识，百姓开始消除生活当中罗西亚文化。亲像因都甲相关的路名改掉，回收罗西亚语的册，学校嘛无搁教罗西亚语甲罗西亚文学作品，甚至连纪念罗西亚作家的博物馆嘛去予百姓要求关门。过来的志工，当地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街仔路，甲一寡甲罗西亚相关的路牌拆掉，因为基辅市议会最近表决通过，
要将142条甲俄罗斯有关的街道的名改掉，未来还阁有300几条街道拢会改名。Ну, я відчуваю, що нарешті відновилася історична справедливість, тому що як активісти, так і історики, так і краєзнавці вже давно говорили, що в Києві не може бути. 另外，伫基辅的这间册店，真侪民众大包小包，甲册拢赶来遮当掉，因为遮的册拢是用俄罗斯文写的。册店的员工讲，自从今年2月底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以来，就一直有民众来问，村里有无爱的俄罗斯文的册，敢会当拜托册店处理？所以，因就规气发起这个活动，将俄罗斯文的册当作纸类回收。结果才短短两个月，就收到25公吨的册，回收了后卖的钱有2700块澳元，差不多台币80000几块，拢会捐予乌克兰的军队。事实上，乌克兰本来就是为以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所以真侪乌克兰人拢会晓俄罗斯文，甚至有20%的乌克兰人主要使用的语言是俄罗斯语。但是今麦乌克兰全面发起去俄罗斯化的运动，参像这间博物馆是纪念出世在基辅的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但是因为伊在生的时候政治立场是靠我俄罗斯啊反对乌克兰，所以今麦乌克兰的作家联名要求这间博物馆应该要关掉。第二教育方面，目前乌克兰的学校已经停止教俄罗斯语，还有俄罗斯作家写的文学作品。不过基辅大学专门研究俄罗斯语的副教授讲，对乌克兰人来讲，俄罗斯语其实真重要。И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бути успішним у цій війні, перемогти в ній, ми всі до цього прагнемо, ми маємо дуже добре знати ворога,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його мову, літературу, культуру.这位副教授强调讲，尤其在战争的时阵，国家要培养一挂优秀的语言人才，才会当用对方的语言来做反宣传。事实上，前一阵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要拍影片，亲身用俄罗斯语来苛劝俄罗斯军人，卡扎导航才是正确的选择。记者甘彦恩编译。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显示，今年3月中国大发展中国家已经有7100万人要去失踪。出国拍拼的国外义工，嘛因为物价伤贵，拢爱兼几落项工课，才有法度过日子。另外，非洲的国家索马利亚，嘛因为缺乏有50万个囡仔，营养不良，恐惊要死。来自埃及的穆罕默德，在阿联杜拜一间埃及餐厅工作，因为在家己的家乡赚的薪水无够开，埃及通膨提升到16%，数百万生活在贫困中的埃及人生活更加是困难。在全世界，能够是每一个所在民众拢对物价一直起真有感觉。不过通膨煞对于发展中国家冲击更加大。穆罕默德选择到异乡赚钱，都是一个例。另外，也阁有人就安尼爱阁做第二份工课。طبعا في الفترة اللي فاتت زاد عدد المصريين جدا اللي هم بيجوا بيدوروا على شغل واللي بيجوا يسألونا على شغل من أموالهم بتتحول شهريا.علشان خاطر يعرف يعيشوا في مصر.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7月一份报告，俄乌战争冲击乌海地区谷物的供应。纽西兰能源继续起，今年3月以来，发展中国家有7100万人陷入贫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全球通膨率会达到9.5%，但个发展中国家会更加悬。If you send someone $100 back home, that's a lot of money.I mean, they can make a living out of it. But after the inflation, they have to have at least $120 to just there.By a basic necessity. 今年52岁，瓦萨马在7岁时阵为索马利亚移民到美国，今嘛他个为囝子登记老师，有时阵爱借钱和亲戚朋友看病也是急用。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利亚，大约100万人因为恐慌甲冲突走离家园，已经有数千人因为恐慌死亡。联合国统计，大约50万名儿童营养不良，也是几乎面临死亡风险。在塞浦路斯的菲律宾移工加塔斯为了帮助因为洪灾受到断水断电的6个亲戚朋友的生活开销，每个月大约寄200澳元，相当代表6400块回去。遇到通膨，家己也只会当欠长内道。菲律宾是新兴亚洲国家中粮食安全上欠的国家。公视新闻吴文林编译。天生头毛稠密的人，有的人会用化学药剂让稠毛变直。虽然大家都知道说电头髪、逆头髪对头毛和毛健康真不好，不过是没想到说甚至有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美国有研究发现讲，一款会让头毛变质的药膏内底成分竟然是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美国有一个得癌的病人，都要告生产公司要求赔偿。珍妮佛·米切尔在律师和家庭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32岁米切尔四年前在先用门诊意外发现家己得到子宫内膜癌，在接受全子宫切除手术了后，生囡仔的梦想从此就破灭。I'm 32 years old right now, and I'm still feeling that void of not being able to bear my own child.米切尔为早会开始就继续使用的头毛膏，但不过伊并不是特例。根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资讯中心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非裔女性正使用的头毛膏为头毛做造型。国家环境卫生研究所17发表的新研究，追踪33,000多名35到74岁女性使用的头毛膏的状况，发现过去一年使用的头毛膏4摆以上的女性，得到子宫内膜癌的几率比唔捌使用的人高2倍多。Because of the marketing from these corporations that should have known the harmful effect that these chemicals.这项研究显示，在头毛膏化学成分和子宫内膜癌丢掉风险之间存在关联性。米切尔代表律师团接到几件类似案件，律师认为，巴尼莱亚集团至少在2015年就掌握在头毛膏的成分有害健康的资讯，但不过并无适时的通知消费者。I am the first voice.Of many voices to come, stand up to these companies and say no more. No more. 这件民事诉讼案有计要求巴黎莱亚美国公司支付广告的金钱损失和医疗费用。目前巴黎莱亚还未做出回复。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